力气单身，就后来接董事长的位子嘛，我累得要死。哎，你不要老说放弃嘛，爸爸以你为荣啊，你要找人帮忙也不要找我这个老头子啊，你去找那个年轻的什么大风啊、岩羊啊，他们来帮你的忙啊。你做得很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要骑脚踏车去了，好了好好好。哦，什么叫我做得很好？帽子一扣，我都不得不做了。严梦梦，加油！哎，彭老，你看我那些不孝子孙们，看到我日子过得很快活，非要叫我回去跳火海。是啊，幸好有经理劝，趁早把事务堂啊交给东杰继承，要不然呢、啊，我现在还像你女儿一样在苦海里面呼救，哪能跟你出来，哎，打打小白球，开开游艇，骑脚车呢？哎，你那个外甥，我听说把事务堂弄得很像样了。是，这孩子啊，他很有商业头脑。前一阵子呢，他还到学校去念书，说将来要拿个 EMBA 的文凭。哎，看看现在啊、哦，他应该还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呢。你们结婚纪念日快到了，他们准备什么礼物送你？他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啊，不过啊，不管他要送什么礼物，都没有我的礼物来的惊喜。什么礼物啊？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哦。好啊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，要是我说了，我的切腹自杀。放哪下？放哪下？听讲。这是什么啊？粉圆啊。不是啦，这是我的超音波照片啦。放哪下？放哪下？听讲。什么、啊、粉圆啊？不是啦，这是我的超音波照片啦。我的小幸福藏在你。哎，严大富来接我了。哦，不能讲哦，犯切腹自杀。知道了。哎，喂喂，已经有粉圆了，就不用这样动来动去了。没关系啦，可以多多运动嘛。不是，已经有粉圆了，你就不用。没关系啦，我自己拿了。哦，谢谢。这两个人还真是一刻都不能松懈。OK OK。干嘛碰？其实你不用亲自开车来接他，我待会骑车送他回去就好了。不用了，天气那么热，我不想我老婆晒太阳。再说接送我老婆上下课也是一种幸福的责任啊。至于你韩东杰，我们不按一些重要的问题来打扰我们夫妻相处的时间。 OK OK， 下次见你老婆早点来，别迟到了。如果说有一天我不再像以往那么的单纯，就能够找到再勇敢往前走，从现在往后的一百年，每一刻都是我证明爱。哎，对了，明天约了中央工会理事长吃饭，一起来吧。好，来。你听我说了，你放手，我叫你放手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拜托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好不好？那在房间那只是我的干妹妹而已。干妹妹，拜托，我看到你们两个在房间里面搂搂抱抱的，
那只是逢场作戏而已，你那么计较干什么呢？逢场作戏。在想真真了吧？那你呢？我很享受我现在的单身生活。少来了，你既然这么想他，就去找他。父爱，难道你都不会起真真哦？那如果你要这样子看的话，大风有错啊。我觉得很多事情啊，不能只看一面。真真她只是不明白她要什么，难道你也不明白？这两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托你的福啊，这两年我忙得紧绷带给你加紧，因为跟朱旺打了那场官司后，反而让我婚纱店的生意很好。没有发现我这两年瘦了点？可是你看起来很开心哎。每天接触到那些新人，也让我这个孤家寡人单身汉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幸福，所以我才能每天过得很开心。那这两年你有什么事情想问我的吗？这两年我交了一个笔友，托他的帮忙，我知道你最近喜欢上大卖场的白松露巧克力，但是因为怕胖，每天规定自己只能吃三颗，还有为了工作的需要，你迷上夜市里的路边摊，常常下班后一个人会去那边逛逛，填补心火。对了，而且你还学会了杀价技巧。后来都没有再提起你了，原来你们两个人偷偷当起笔友了。所以我才没有问你这两年过得好不好，因为关于你的事情，我想我应该都没有错过吧。有，你错过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呢，人家这两年都没有交男朋友了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出现？你不知道吗？雄蛙跟雌蛙在求婚的时候，都是要鼓起勇气。韩董事长，我们最近研发的新药呢，已经通过测试，可以上市了。如果思务堂对名字没有什么意见的话。八宝堂倒是有一个适合的名字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上次用黄春香的名字。